我感冒了。济南的品玉，你现在收看的是。哇塞咪！日本非常特别的国家，有一些人讨厌，有一些人爱，但是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觉得无所谓，或是没有听过日本，他们很特别。日本有武士、忍者、拉面、卡哇萨、红的、漫画、盆栽、奥利给，非常多很怪的东西。那日本广告呢？你看过吗？我们今天要看一下。日本广告，看一下他们多么疯狂。是啊，你觉得日本还好吗？没有啊，他们有病，虽然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病。不要啰嗦，我们直接去看日本广告。小多玛的，为什么那边有非常烂的电视机？为什么有一个男生要洗澡？为什么有武士？为什么被剪掉机器反应这么慢？为什么男生开心？哎，你也有机器。被砍掉机器变成猫咪，猫咪变成猫咪的机器开始跳舞，阿妈杀了他，哎，好有病，哈哈哈哈，什么意思？猫咪变成面吗？靠，没有，猫咪还在打喷嚏，还放屁，哈哈，我懂，拍谁了？是嘉伟。三伏的 steam 什么意思？是因为是金帽吗？是你自己泡吧。你应该知道不洗的英文除了猫咪也是下面做妹妹的意思吧。就他妈的，那是不是一个板正掉的宅男？变态的屌头不洗的面，日本武士也听不懂，所以他自杀。不信路的人，他们真的有病。你会不会觉得日本人有病？有没有其他的推荐的日本广告？喜不喜欢？我还蛮喜欢看这样很疯狂的东西。个人觉得台湾缺乏疯狂，我们到底要不要学日本人吗？这个比较不确定。要记得按赞，谢谢，订阅，谢谢帅哥。在我的 FB 粉丝页也要 follow 我，跟你的朋友分享，在 YouTube 也可以分享。感谢这位帅哥，这个另外一个帅哥，在海边穿裤的帅哥，很美的树，骑脚踏车的帅哥，帮我们分享，感谢帅哥。下个礼拜，哇塞咪。